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戴资颖两局直落战胜查理哈晋级16强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互相拉锯，10平后戴资颖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戩资颖再打了一波10-6，也是11-16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双方比分4平后，戩资颖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6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戩资颖接着打了一波10-6，也是11-12拿下比赛。